以后不管我们四个谁有喜欢的男生，一定要互相帮助。如果有一天他接受了我，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。永远都不可以背叛对方。你从头到尾都在计划这一切，我一直把你当成真心的朋友。5月24日起，每周日晚间9:30，TVBS 欢乐台《高塔公主》。